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今天的 Facebook。我现在刚到杭州，明天就能见到我的梦儿，还有金大喜和小花，因为我们后天就要一起表演一个节目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朋友的一个产品，叫做竹本清欢的卸妆油，就是这个竹本清欢。是我们的国货的品牌，这个瓶子非常的就是植物的翠绿色的颜色，简简单单的包装。因为很多朋友用卸妆油会就会长什么闭口啊什么的，我觉得这肯定是第一个是跟这个卸妆油的成分有关，还有第二个是跟手法有关系。我一般都是这样挤2到3泵，你看，等一下，真的是流动性特别的强。2到3泵，然后上脸，水水的，而且他们家这个味道非常的植物的清香的味道，这个味道就有点那种柑橘香的这个味道，上脸就像那种 SPA 精油的感觉，它就是不是那种完全感觉特别油，还是很水水的。很温和，一点都不黏腻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清欢的这个溶妆速度非常的快。如果觉得一个卸妆油好与不好，就看它们的乳化的程度，可以再加一点水。你看，完全变白了，这遇水就自动就乳化了。我现在已经用清水洗干净脸了。就是用完卸妆油之后，你也可以不用二次洁面，油皮的宝宝们呢也不用担心这款你们会觉得油腻和厚重啊。就是我们的国货啊，真的是给我们的国货点赞，做得非常的棒，然后价格也非常的友好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要去睡觉咯，拜拜。